小朋友们好，我是糖糖姐姐。小朋友们好，我是美羊羊。哎，小朋友，美羊羊，看看糖糖姐姐今天带来了什么好玩的呢？哼，给你们看看啊。哎，还是需要组装的玩具呢。打开看一看，一个小猫的头，特别可爱。这里有好几个小牌儿，那我们来看一看。哎，发现了，小牌上面有数字，那我们来根据数字来放一放吧。哦，这里还有小球，小球还是会响的。数字看看就是五，那我们找一找四在哪儿呢？哪一个是四呢？哦，红色的是四，我把它放上去。嘿，看看是这么放对呢，还是这样？是这样的。三是蓝色的，在这里。三完了是二，在哪里呢？二在这里，把它放下。最后到了一，现在我来调整一下。小球应该是从哪下去呢？好，最上面的是，哎，小猫，把猫放好，美羊羊，哦，美羊羊在最上面，可是你站不住的，还是要下来的。先来看一看，我把数字对上。好，看见了吗？这是小猫的头，然后这里是一个出口，然后呢，小球拿出来，听，哗啦哗啦，哗啦哗啦，这里是一个小口，我们要从这儿下去，看好了啊！哇，第二关，第三关，第四关，哦，小球下来喽！看一看，哎，嘿，小黄球也下来了。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下不去的球呢？它可不可以下得去呢？最后一个小红球，哎哎哎！都下去了，三个一起玩会是什么样的？排好队，看看谁是下不去的那个球。美羊羊，你觉得他们三个都可以下去吗？哦，准备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哎，全都堆住了，一个也没有下去。那我们再来一次。准备好，预备，开始！哇，最后只有一个小黄球下来了。来看看，它为什么没有下来呢？哦，红色的球落到了蓝色的球上，那我们拿开，吹一吹。哇，糖糖姐姐厉害吧？哦，厉害吧？吹了一口气儿就下去了。再试试红色的球，又下去了。我是不是特别的厉害？那还有一个办法呀，这个，我来转一转。哎，看一看，好嘞，
好玩的来喽。好玩吧？一下跳四个，那，哎，转一转方向呢？这回可不可以了呢？哦，也可以，一下两个，再转一转，看看到最后一个，它会不会滚下来呢？我们来看看是不是一样的。也是可以的。这他在这儿出发，一层一个，准备开始。哎，小红球又卡住了。美羊羊，这次你来吹气。还是看糖糖姐姐的吧。哈，吹下去了吧？是不是特别好啊？我是不是特别厉害？还有好多种玩法呢。它可以钻到这边来，玩法特别的多。那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了，先跟小朋友说再见，我们再去研究研究还有什么其他的玩法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再见喽。